哎呀妈，你还冲我穿我，你还真是，你是不是换拧巴了你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这怎么呀？我跟你说王小庆，在，把他给我推出去。哎呦，我还勾人，还勾人，你看见没？我就不怕你这个事儿，就这些年我就没挨过揍呢。还、哎、你整够了，你打我了，你整我，你整死我了，来，你整死我了。不，你什么？就那样的，还我上一巴掌，我帮你搁地下找牙，我都帮你捡。我说实话，你就是把我牙打掉了，我也不用你帮我捡，我满嘴就剩六七个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这种人，你吓唬谁呢你？你说你这不他，这不土匪碰上流氓了吗？是不？你甭管你碰着谁，我跟你说，想当年，威虎山上的土匪比你厉害不厉害？见着我他也得老老实实的，就你这小样的。威虎山，这山头挺熟啊，道上的。咋的？你也想跟我盘盘道啊？盘盘呗。天王干净好啊，宝塔镇河妖。你喊不喊呀？正晌午时说话，谁也没有家。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呗。怎么又黄灿烂了呢？黄冷涂鸦。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呢？许旅长，这谁俩的？因为这你唱过，这多有担当啊！这谁俩的？你还黄了呢？你还戳穿我？你看呀。小样的，我拿兰花指，我就戳死你，我就戳死你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姐呀，你想想，这手指头不是这么长的，你这掰反了的，这是。我说我碰上我秘诀失败。少废话，滚！哎呀，我好滚！滚！哎呀！以后别骗人了啊！哎，小样，收拾死他！怎么的？还敢跟我爸动手啊你啊！老爷这形体不错呀、哎，身材挺好。他跟我说什么？说你形体不错，身材好。我看他精神不太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我天！爸，紧张死我了！刚才那么大一段智取威虎山，愣没蒙住他。爸、哎，看见没有？还是我的女子防身术厉害吧？对对对。哎，对，刚才我听着王小倩在家，哪儿去了他？王小倩，王小倩，王三。哎，刚才动手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去找刀去了。人呢？人出去了。哼，算他跑得快，他要敢回来。我废了他，你信不信？小样儿的，嘿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你这小伙腿脚真快，刚才没点上，这会儿嗖一下又没了。我不找他，我来取碗。碗，嗯，别拿着，拿着去。身材真不错，老头。绝对有精神病，我告诉你，王小倩，出来吧，人走了，真走了，走了。他说他还回来不？哎呀妈，不回来了！你看这小胆儿吧，你出来吧，走了啊。哎，我不是胆小，这大金盒子也太大了，都给我吓玩玩的了。哎，对了，范爷爷，那个刚才我听着你说你是我什么人来着？啊，刚才啊。啊。我说我是你岳父，不是我说什么了吗？玩赖，这么大岁数还玩赖，他刚才是不是说是我岳父？说没说他？说没说？哎，我说了吗？说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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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了吧。啊，我就说了，你能咋地？说了就得算数。哎呀，啥意思？岳父。
我和小明那个事儿啥时候办呢？你说小明啥事儿啊？就是俺俩结婚的事儿啊。你跟小明结婚的事儿？结婚的事儿 啊真的孩子啊、哦、你回去吧，你就盯着点你爷那头发。我爷是个秃子。对呀、啊、你就盯着你爷那头发，他啥时候长出来了，你跟小米粒的事儿就啥时候办。哦，太好了，回去找我爷去。记住了没？记住了。记住也没用啊，就我爷那头发这辈子也长不出来呀、啊。哎呀，又回来了。哎呀。